之前咧，阿主席都講過啦，佢已經係攞過咧，就憑住電影《醉生夢死》咧，係攞過最佳男配角啦，甚至乎喺我哋亞洲電影大獎咧都得到提名，同埋好多唔同嘅影展都有提名嘅。所以咧，佢做我哋嘅學生大使咧就最適合不過啦。但係先問翻阿仁石喎，咁啊想問翻當時喺台北咧，同我哋香港嘅即係學生朋友交流咧，個感覺點咧？剛才我看你嘅片段，你看見你嘅香港嘅學生跟你的交流很好玩，是不是？當時的時候。大家好，我是演员曾仁石。当年亚洲电影大奖，我是以为者的身份参加。今年特别荣幸可以担任学生大使，好开心，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哇，真的好了，舒服晒，我不用说国语了，我可以悭翻我的国语。但是真的你说可以用这个身份，是一个很不同的身份的嘛。当时跟那个香港的学生交流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我没有想到他们那么活泼，原来电影人是可以这么活泼的，对啊，然后可以跟他们在做交流，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本来就是要有多交流多沟通，才会有新的东西一直不断的冒出来。那如果我们就是比较年长的人，就是不愿意把一些东西分享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难去继续推动下去，所以我很乐于去跟所有的年轻人，因为我自己也是还在学习当中，所以我也希望跟他们一起学习。那我们刚才也是看见你的片段当中，你跟学生的交流也不止交流，因为你这是你的身份，就是学生大使，那个意义是不是很重大？当然，我觉得可以对这个我们影视圈做一个给年轻人，然后多一些指导，我们现有的经验啦，不敢说太有经验，就是现有经验可以跟他们分享，然后他们可以变出自己的东西来，然后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成长，他们也成长，我也跟着他们一起成长。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做学生大使最重要的责任吧，就是陪他们一起成长。有可能真的喎，即係經過呢個階段之後咧，十年之後喺我哋嘅亞洲電影大獎咧，入圍名單咧就可能見翻呢啲嘅學生噶啦。多謝曬仁石同我哋嘅分享，不過咧唔可以走住，接下來嘅時候有請仁硕跟我們公布接下來的最佳新演員、最佳男配角跟最佳女配角的入圍名單，有請。好，第十屆亞洲電影大獎入圍名單最佳新演員，金泰梨、夏女又醉。南韩，佐久本保怒，日本，菲尔拉赫尔曼身后事，新加坡，德国，法国，香港，卡达尔，胡子彤，点五部，香港，林允，美人鱼，中国大陆。好，恭喜晒！以上咧都系我哋最佳新演员嘅入围朋友嚟嘅。最佳男配角入围的有曾衍生，没有，不是开玩笑的 ，just joke， 国村隼，哭声 ，South Korea， 马东石，厮杀列车 ，South Korea， 林野刚怒，日本，董成鹏，大鹏，他也是大鹏，我不是潘金莲，中国大陆。林雪，树大招风，香港。恭喜晒以上咧，我哋咁多位嘅最佳男配角嘅入围朋友，跟住落嚟去到最佳女配角啦。最佳女配角，金燕玲，一念无名，香港。文素丽，夏女又醉，南韩。前田敦子 ，Ben 有爱回家，日本。沙巴纳阿兹米。尼加，印度，熊黛林，摆渡人，香港，中国大陆。恭喜晒，同时亦都唔该晒，郑仁石，多谢晒，仁石同我哋公布 ，thank you。其實咧喺我哋今次嘅呢個亞洲電影大獎啦，亦都係一如以往咁咧，邀請好多業界嘅朋友去參與嘅。咁每一位上到嚟咧，都有佢哋嘅故事，有佢哋嘅分享。咁亦都好似主席講過啦，我哋今屆咧係非常之榮幸，能夠邀請到咧一位係非常厲害嘅女演員。我哋有請林嘉欣小姐咧擔任我哋今年第十一屆嘅亞洲電影大獎嘅名人評審。嘉欣，歡迎曬！你好。啱啦，咁啊之前講過啦，即係如果電影界都有大滿貫嘅咧，你都係即係成為大滿貫嘅其中之一員啦。咁啊之前喺近年咧，譬如有幾套長片都好厲害嘅，譬如可能係《白日告別》啦，同埋《暗色天堂》等等啦。
咁我想問翻你自己作為一個電影人咧，參與今次成為我哋嘅名人評審，個感覺點咧？你夠唔夠時間去睇咁多電影咧？我頭先先同阿 Roger Garcia 喺度講話，我有短短一個月嘅時間要睇34部戲，都係一個好大嘅責任嚟嘅，好大嘅任務嚟嘅。都很大挑戰添啊！係啊，我會盡我能力。我想要吃多啲藍莓啊，要明目啊！時間方面咧，就預咗充足啦，可以睇曬啲電影啦，做一個即係好明智嘅決定啦。咁啊，電影人咧，我想問下，即係喺亞洲方面咧，其實你自己拍戲嘅時候，你會唔會有一啲嘅想法起身？你覺得自己會唔會有義務嘅咧？義務當然有啦。咁我頭先喺度睇啲 trailer， 只係一部分嘅入圍嘅電影。咁我就喺度諗啊，如果我哋多啲亞洲唔同嘅地區或是國家可以一齊合作，一齊喺電影上面多啲嘅交流，咁會係點嘅咧？即係好似會多咗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希望。我想問咧，頭先阿靜嘅時候咧。好活潑啊！即如果我真係臨場突然間問到你一個問題，即我同阿仁索嚟一場嘴戲咁樣。哇！呢個你頭先喺video 裏面好似有啊。俾到一啲即學生方面啊，俾到佢哋嘅一啲嘅靈感方面嘅刺激咧。靈感方面啊，其實我覺得始終無論係電影電視，都好最終。都是要回到劇場，即我自己拍了很多年電影，我都是由一個完全沒有背景之下就入了電影了，但是我發覺其實是不夠的，你是不停要進修的，我最後都是回到劇場，我覺得這樣 是我自己覺得是最好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去感受一下去最基本的那里。好，多谢嘉欣的分享，那花嘉欣不可以走住，因为每一位上来的朋友呢都有义务的，即除了要将亚洲电影呢宣扬开去要交流之外呢，还要揭晓我们名单，所以跟住下来麻烦我们同事张信峰嘉欣。一路顺风台湾孔刘这个厮杀列车南航这个浅夜中信吹不响的小风琴范伟不成问题的问题中国大陆任贤齐树大招风香港。好，先恭喜晒我哋头先以上是今届最佳男主角，跟住是最佳女主角入围有孙贤珍、德伟主兵、黑木华、梦之花嫁日本、韦英雄幸运是我香港 ，Charles Santos Contillo， The Woman Who Left， 離開的女人 ，Philippines。Thank you very much， 多謝曬嘉欣同我哋公布我哋最佳男女主角，咁啊，亦都可以先就座休息下先。嗱，跟住落嚟咧，我哋要介紹一位朋友，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今屆亞洲電影大獎嘅評審主席咧就係賈樟柯導演，佢將會咧同我哋公布今屆最同埋最喺未。先請大家可以將個注意力放上熒光幕，一起欣賞一下賈大導佢之前是曾經攞過最佳劇本的一套電影的片段，我哋有《山河故人》的片段。Thank you.
錯，絕對咧唔可以吝嗇你哋掌聲嘅，因為咧賈昌凱導演咧絕對可以話係標誌住我哋中國啦近代嘅一個最嘅其中一位係好出色嘅導演。佢咧曾經係同過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電影人啦、演員合作過噶啦。咁啊，其中佢哋頭先我哋嘅《山河故人》啦，或者係《站台》啦、《小舞》啦、《三峽好人》咧，全部呢一啲嘅電影咧，有好多世界各地嘅影迷咧都係非常之中意嘅。咁啊，唔單止參加過好多影展做佢哋評審啦，更加咧係第一位咧喺康城影展咧攞到佢終身成就獎嘅華人添。所以跟住落嚟嘅時候咧，麻煩各位再一次用熱烈嘅掌聲歡迎曬賈昌凱導演嚟到台上，我哋分享一下。大家你好，先歡迎你，你對我們亞洲電影大獎可以說非常的支持。可以話咧，每一次咧，其實我諗喺過咁多日當中咧，我見到賈導演嘅次數咧係非常之多嘅。咁啊，今次咧原來話咁快咧，就已經嚟到第十一屆啦。咁究竟啊，賈導演個感覺係點咧？這次已經是第十一次到我們的亞洲電影大獎，你的感覺怎麼樣？首先特別榮幸能夠擔任今年第十一屆亞洲電影大獎的評審主席。我是第一屆舉行的時候最佳導演的獲得者。上一届呢也有幸拿到了最佳编剧，可以说这个十一届的这个亚洲电影大奖就是从第一届办到现在，我想成为亚洲电影工作者，全世界的电影工作者非常关注的一个电影的奖项。那我这一次呢也有幸跟特别专业的评审一起来总结2016年过去的一年亚洲电影的成绩。我自己很荣幸，我是90年代我开始拍电影到现在，亚洲电影一直是全世界最活跃的电影创作的地方，有很多不同国家的来自亚洲的同行，我们互相激励，有很多也变成好朋友，包括我这个我是一个山西人，我现在基本上也可以听懂广东话了，因为我有很多合作伙伴是香港人，对这样的互相的影响交融，一起来促进亚洲电影的发展，我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为亚洲电影大奖做一点事情，谢谢大家。啱啦，广东话好嗰啲咧，我都相信咧，阿贾导演今次嘅心情应该同以往有啲唔同，因为今次做评审咧，我相信你这次的心情应该是比较轻松一点吧，是不是？我觉得可能更紧张，因为竞争的影片非常的激烈。那过去一年，因为我也是一个影迷，我看了很多亚洲电影，我知道在选择上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评审团一定会做出最公正的最专业的评判。又是喎，原来咧当评审咧系绝对冇一点嘅放松，反而可能再紧张啲，因为真系要金睛火眼咁咧去睇晒我哋咁多套影片咧，去作出一个最明智最专业嘅决定嘅。多谢晒导演同我哋分享，不过咧唔好走住啦，因为跟住落嚟麻烦我哋嘅同事将信封交到俾贾导演手上。第十一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导演入围名单：罗红整，《哭声》南韩；生田晃司，《吹不响的小风琴》日本；曾国祥，《七月与安生》香港、中国大陆；冯小刚，《我不是潘金莲》中国大陆；拉夫·迪亚兹，《离开的女人》菲律宾。好，喺度咧，先恭喜曬我哋頭先有最佳導演嘅入圍名單。跟住落嚟咧，賈導演將會同我哋去公布有最佳電影嘅入圍電影啦。第十一届亞洲電影大獎最佳電影入圍名單：《哭聲》南韓，《密探》南韓，《吹不響的小風琴》日本，《一路順風》台灣，《我不是潘金蓮》中國大陸。恭喜，也谢谢贾樟柯导演，谢谢。好，跟住落嚟咧，我要请导演唔好走住，影翻照。咁啊，除咗台上嘅贾樟柯导演咧，咁啊，亦都要邀请我哋咁多位嘉宾上台嘅。Please welcome Dr. Wilfred Wong Ying YGBS JP Chairman of the AFA Academy and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Society。我哋请亚洲电影大奖学院及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主席黄英伟博士。Please also welcome Dr. Peter Lamkin Ngoc, GBS Board Member of the AFA Academy, 亚洲电影大奖学院董事局会员林坚岳博士。Mr. Fred Wang, Cheng Yu, Board Member of the AFA Academy, 我们有亚洲电影大奖学院董事局会员汪成宇先生。Ms. Karina Lam, Celebrity Juror of the 11th AFA, 第十一届亚洲电影大奖名人评审林嘉欣小姐。
Mr. 张准硕 Student Ambassador of the AFA Academy 亚洲电影大准学院学生大使郑仁石先生 And Ms. Clara Lee 我们有韩国影星李成敏小姐欢迎晒大家都記得 Clara 咧，舊年咧係參與咗我哋亞洲電影大獎咧，當時係擔任頒獎典禮嘅司儀嘅，而今年咧亦都會繼續咧嚟到我哋嘅頒獎禮上面擔任我哋 Winning Hall 嘅 MC 嘅。好，有請咁多位咧望望正中間 ，so please look at the cameras right in the center, please。嗰個係咪大會啊？嗰個係 ，so the official photographer。Official photographer right over there. 你的手機啊。好啦，呢個時候咧，咁啊，咁多位請留步 ，please remain on stage, because I'd like to invite more guests joining you guys on stage. Please also welcome Mr. Wellington Fung, Secretary General of Film Development Council. 我哋有請鳳永先生。佢咧係電影發展局嘅秘書長嚟嘅 ，and Mr. Roger Garcia,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AFA Academy and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Society， 有亞洲電影大獎學院及香港國際電影總監高思雅先生喺度啦。同時邀請咧有亞洲電影大獎學院總經理連佩璇小姐 ，please welcome Miss Josie Lin, General Manager of the AFA Academy。跟住我哋邀请有电影发展局委员曾丽芬小姐 ，please welcome Ms. Winnie Zhang of the Film Development Council。同时仲有电影发展局委员冯子昌先生 ，Mr. Percy Fung of the Film Development Council。系啦，因为咧人比较多啊，佢哋就不能企得太前嘅。我想問後面睇唔睇到啊？阿 Josie 會唔會俾人遮住咗啊？可能要企嗱，麻煩我哋，不如大會攝影師可唔可以俾啲意見我啊？點企會靚啲咧？有同事可以幫手排位嘅咧，就幫幫手啦。我想問咧，其實我哋一排過都唔得噶，不如咁啦，我哋一排過啦。好，請我哋咁多位咧企喺左右兩邊啊，後邊頭先我哋匯合嘅其他嘉賓。但可能我哋企得要親密少少啊，要。So all we have to do is just like stand, squeeze in and stand a little bit closer. Yes. 係啦，誒不如咁啦，我幫你側身先，係啦。我哋要，我哋好完美嘅，係。唔好講笑啊！我哋合照嘅時候咧，都有電影人嘅執著喺度嘅。頭先，好有請咁多位 ，please look at the camera right in the centre， 望望正中間，我哋大會指定攝影師喺嗰度啦嚇，係啦。好呢個時候咧，台上咁多位嘉賓咧，要請稍後片刻，因為仲有更多嘉賓要匯合你哋嘅。So please also welcome 我哋有請 Mr. Chris Chan， 有 ePrint 集團營運總監及 eBanner 嘅創辦人陳江雄先生。And please also welcome Mr. Penny Yao， 有 App One eSolution Limited 創辦人同埋行政總裁邱建雄先生。同時咧，仲有 Miss Iris Phone Manager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of Uber Hong Kong， 有請馮恩媛小姐。Please also welcome Ms. Juliana Yang, Marketing Director of Make Up Forever Academy Hong Kong, Mr. Gilbert Gung, Passenger Sales Executive of China Airlines, and Ms. Crystal Koo,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of Hutchison Travel. 好啦。这个时候咧，咁多位咧可以请留步，因为咧我要邀请台上咁多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参与跟住落嚟嘅祝酒仪式嘅。So I'd like to invite all our guests to please remain on stage because it's time for a toasting ceremony。啊，唔好走住，同事，我哋啲香槟喺边度？去啦。
啊，咁多位，我哋咧喺飲一杯之前咧，我比較麻煩啊，我要邀請大家咧影多一張合照。咁啊，仔細企得親密啲，咁啊，盡量嗰啲排位咧，可能跟翻一條線咁樣，就唔好搭住啊。嚟，請咁多位，我哋再排多條線先，係啦。好，不如咁啊，我哋咁多位，我哋又再企多次，好唔好啊？我哋影一張合照啊！用頭先嘅方法，要影多個合照，因為頭先嘅香檳咧，我哋要埋呢一張相添嘅，係啦，側側身，林博士就最 pro 啦，呢個位，係啦，攞把遮啊，唔該，起埋少少，側身就 OK 噶啦，或者企出少少，你可以企出少少嘅。All right,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raise your glasses. 3, 2, 1, and cheers! Yeah.